将基隆最新鲜的虾蟹料理介绍给大家。好吃的虾，还有好吃的螃蟹，鲜甜的口感让不少顾客超称赞。好吃，新鲜，不虚此行。今年度的感谢虾拼系列活动在八斗子渔港展开，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街头艺人前来表演，吸引游客。同时与海大合作，教民众如何制作好吃的奶油螃蟹，现场还可以免费吃，实在是太棒了。就是我们现在要让那个游客了解渔村文化，所以我们要让他们自己 DIY 做那个黄金蟹，也就是奶油螃蟹，然后做完大概要放上去烤，等一段时间。秋蟹风味餐展开，为了行销基隆新鲜道地的海产，基隆区域会与市政府产发处共同推广感谢虾拼的系列活动。基隆市政府为了推广本地特有的鲜虾、鱼贝等非常丰富化的一个渔产资源哦，所以特别补助我们基隆区域会哦，跟鱼类营销合作社哦，共同来举办感谢虾拼哦，虾蟹风味餐的一个年度系列活动。今天在我们的碧沙直销中心这边举办第二场，那希望借由这个相关的行销促销推广活动哦，能够把本地好康的优秀的鱼产品能够介绍给全国各地好朋友，希望借由这个促销活动能够让外地朋友能够更加更深一层更近一层来认识本地的特产品。欢迎市民好朋友常来八斗子渔港走走，买海鲜尝美食，还有这秋蟹风味餐。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